你好，把这段话送给我自己，也送给你。生命中若有一个人可以陪你彻夜畅谈，可以听你诉说心情，可以给你解决疑惑，陪你走过寂寞，这个人你一定要珍惜。感情中什么最重要？甜言蜜语不过是一时的空欢喜，深情款款不过时间的改变，只有真心守护，默默的陪伴，才是最贵的情感。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拥有关怀叫时刻挂念，有一种思念叫期待见面，有一种喜欢叫做含笑无言，有一种在乎叫做陪你聊天。最好的陪伴不是激情，不是浪漫，还是陪你聊天。只有心里有你的那个人，才会有耐心挤兑时间和你聊聊心事，谈谈生活。聊天是最好的陪伴，能陪你聊天的人未必懂你的心事，懂你的心声，在他面前你可以无拘无束畅所欲言，你可以肆无忌惮嬉皮笑脸，你可以泪流满面无需遮掩，你可以大大方方诉说思念。有个聊天人真好，想聊什么就聊什么，想谈多久就谈多久，不用忌讳，不用伪装。你难过的时候可以让你会心一笑，你无助时可以给你肩膀依靠，聊天才是最好的陪伴。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找个人说说，感情中的分分合合找个人聊聊，一起分享喜怒哀乐，一起分享痛苦忧愁，友情也罢，爱情也罢，能有个随时陪你聊天的人，就是简单的幸福。好了，我是于俊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希望你有这样一个聊天的